你还喜欢我，你没有忘了我，对不对？江世前，你回答我呀！放开！你这混蛋！倩倩，没事吧？没事了，这么多年了，想不到你还是死心不改。陆总，想必我们的合作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。这是我跟浅浅之间的事情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 浅浅，今天受了惊吓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对不起，浅浅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 怎么做，才能让你远离过去的阴影？是我晚了一步，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你当时一定很痛苦，一定很无助。可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绝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发生。 倩倩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，我愿意慢慢陪伴你，带着你从深渊里走出来。你不要害怕，不管是在你看得到，还是看不到的地方，我一直都在。 倩倩，如果这件事对你伤害那么大，你就站在我身后，我一定会让他们自食恶果的。倩倩，你答应我，千万不要一个人擅自行动，不然我会担心的。 哥，今天在陆氏发生的事，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呀？应该不会影响到计划的。陆氏集团的决策权，并不在陆成北手上。哪怕我们不跟陆成北合作，他背后的陆夫人也不会放过跟倩远合作的机会。所以我们的合作一旦达成，后面的计划就能顺利进行，不用担心，一切有我。 敲门就进来了。手握权柄的人是控不出来手敲自己的门的。你永远不要忘了是谁给你的权利和地位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听说你搞砸了和千远的合作，这事是个意外。意外？你敢让陆氏出意外，你给我试试。当初要不是我从老爷子手里拿到了陆氏，你今天还能坐在这里？你若无能胜任总裁的位置，我随时可以联合董事会开了你。妈，我知道。 您知道千远是谁成立的吗？谁？韩在元。
你说的是江家当年资助的那个孩子？是。这里是1000万，省吃俭用的话，够你和这孩子过好下半辈子了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们要的是公道，要的是正义的裁决。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要不是江时浅先勾引陆成北的话，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？他没有，你别污蔑浅浅。好，就算要起诉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拿什么来证明他是不知反抗、不敢反抗、不能反抗呢？被强被伤害的身体就是证据。我听说江时浅回家第一时间就洗了个澡，他身上所有的痕迹都洗掉了，你又能拿什么来证明他们两个不是你情我愿呢？就算真要追究，也是江时浅先伤了我儿子，那我儿子在医院的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呢？那个毛头小子现在居然成了千远的总裁，跟千远的合作无论如何都得拿下，否则你就从总裁的位置上给我滚下去。喂，韩泽元，见个面吧。芊芊，陆成北邀请我们去饭局，说是特意要赔礼道歉，要去吗？当然要去，你创立千远不就是为了要和陆氏抗衡吗？那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江时浅，又见面了。你们认识？哦，陆总，江小姐在我们院里住过一段时间，她……啊，我来介绍一下吧。这是我爸，孟氏私人康复医院的院长。认识，孟院长可是给过我新生了。新生？对啊，今天既然我们相聚在此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什么？既然是新的开始，就要告别过去。在我眼里，你已经是个死人。你敢打我？孟小姐，请你看清局势。现在是你们陆氏集团求着要和我们千远合作。别发疯了。今天的饭局，是为了促成陆氏集团、千远和孟氏的三方合作。你们千远的设备将会投入到孟氏私人康复医院的使用中，不知道江小姐意下如何？我们的产品是专门针对精神科的，很适合贵院。梅梅，你先去换下衣服。爸。梅梅，韩总，江小姐，请先落座。韩总，刚才小女有点失态，我觉得应该是跟江小姐有什么误会，您别介意啊。作为本市最大的私人医院，我们是非常相信千远的设备，希望我们在未来能进一步深化合作，互利共赢。啊，预祝咱们的合作顺利。合作嘛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安心。孟院长，我可以回医院看看吗？当然，随时欢迎你过来。行，
那咱们吃点东西啊。来，韩总。待在这里享福吧。陆成北是我一手扶持的继承人，我不会让你毁了。我们所有人全部都应该下地狱。